说到我们很确定掌握实权的国家领导人，甚至是一个独裁者。目前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非常紧急，就在这个星期，上个星期不是说乌克兰军队多么英勇，把俄罗斯都几乎推回边境了吗？当时我就认为这是胡扯，不管台湾的媒体怎么报，当时我就认为说，普丁的目的是要使用战争机器来蛊惑更多俄罗斯人，使用对俄罗斯的威胁来凝聚更多俄罗斯的民众，来获取更多的权利。因为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一直都是使用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特别军事行动，而且出动的是俄罗斯维和部队。现在他们好像被打回去了，出师不利真糟糕。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，现在他出来说要动员300,000的俄罗斯正规部队加入到乌克兰的战场，而且警告北约核武的威胁不是假的。Но и 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х некоторых высоко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ведущ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НАТО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применения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оружия массов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,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. Тем, кто позволяет себе такие заявлен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, хочу напомнить, что наша страна также располагает различ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поражения, а по отдельным компонентам и более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, чем у стран НАТО.И при угрозе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защиты России и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мы безусловно используем все имеющиеся в нашем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средства. Это не блеф. А те, кто пытаются шантажировать нас ядерным оружием, должны знать.что роза ветров может развернуться и в их сторону. 哎呀，这次可没有什么这个 Karine Jean-Pierre 出来说什么没有啊？普丁的意思不是这样，普丁没有说要动员什么，他的意思是上完厕所要洗手，向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之类的东西。这个情况是非常危机的，而且是我最讨厌讨论的新闻，因为这种事情。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不太能做什么的新闻，而且也跟圣经扯不上什么关系。但是这个新闻很重要，而且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情况。俄罗斯知道他正在跟整个北约打仗，这个是事实，每个人都知道。这个新闻是来自于 CNN 的，上面说得很清楚，两名美国人在乌克兰打仗被抓到了之后在做人质交换，已经有美国人在当地了。当地已经有美国人在那边打仗了，而且有美国的军官在训练乌克兰军队。不管我们在这边怎么说，就说什么我们没参战啊，各方面的。普丁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，如果俄罗斯的领土被侵略，如果我们感受到俄罗斯被威胁的话，那么俄罗斯将会使用权力，包括核武来抵抗北约的侵略。因为美国说，如果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核武的话，美国会对莫斯科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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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。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不是一个军事专家。但是如果你是普丁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当初为什么要从乌克兰那个地方撤退？因为只要乌克兰有一点超越国界，打到了俄罗斯的领土，俄罗斯就可以说他感受到被威胁了，然后对基辅发动核武，小心的就好，炸死个100,000人、200,000人，甚至10,000人就好了。接下来美国该怎么做？要记住，乌克兰不属于北约。如果北约国家有任何行动的话，那就等于是直接对俄罗斯宣战了。那么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就是我们了，就是美国这边的了。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那我们之前丢过去那些几百亿的军援该怎么办？民主党还有没洗完的钱该怎么办？普丁想要做的就跟所有独裁者一样，把国家变成一个战争经济 ，wartime economy。这个样子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的独裁者。然后我们美国将会在国家最分裂，我们的总统说我们国内一半的人是国内恐怖分子，经济衰退，油价爆表。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卷入一场战争，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开打，但是我很确定的是，如果开打，我们绝对不是准备好的一方。所以请各位帮这件事情祷告，而且接下来开始准备要发生的事情。因为这整件事情最令我害怕的地方就是，
其实我们的领导人要的跟普丁一模一样，民主党也想要当美国的独裁者，民主党想要的也是有权力使用整个美国的国家机器，左派也想要彻底的独裁，而且他们将会有一个比什么女权、堕胎权、同性婚姻平权更好的理由来去达到这件事情。而且战争经济不需要透过民主选举就可以达到彻底的独裁。